唔会俾钱你噶。你说什么？我唔怕你噶，我哋唔系好虾噶。臭小子，还想挨打是吧？他奶奶的，他们谁敢反抗，就给我打！佛山开武馆，你们就排挤我，今天你又要来管我，奶奶的，你非要感觉我吗？我没有感觉你。叶问，你试过每天吃不饱饭吗？家庭人人都没一餐饱饭食的吗？我来佛山的第一天，我说过我不要再挨饿了，我不会再挨饿了，给我打！